阿兄，想袂到恁今仔会来看我。阮是专工来遮哦，甲你讲一个天大好消息的。是不是麦克已经死啊？你哪知影？啊，谁甲你讲的？迄款人了后生啦，若是无死，都实在无天理啊！阿兄，你紧甲我讲，伊到底是安怎死的？啊，这讲。 啊！着我甲天助来讲啊，超大家连手哦，甲办起。哪呢？你的鹰爪手、沙石仔场，还佮有恁阿兄共石八千万，天助的工程款。哎呀，非得哦，去互麦克手去收的物件拢偷得。即个天公伯啊，总算是开眼。 拜托你替我把恁两间阿兵交代一下，一定要好好经营银座厂。还佫有啦，你这阿舅哦，嘛爱伫伊的身躯边，到看头看尾哦。这当然咯，免你烦恼啦。也毋过吼，你真有可能会当交某出去哦，教因一寡做生意的美感啦。啊，这两间哦，见证哦，世界体咧走壮啦。哎，啊，敢若已经有消息了哦。 真是的哦，阿兄，麻烦你替我甲明世家道谢，感谢伊无计较我的过去。其实吼，对你好的人，不只是见证尔啦。身体伊嘛讲啊啦，近期顾你恢复关系吼，伊嘛准备要退休啊啦。大家都对我真尔好，我出去了，一定要好好报答伊。 阿兄，甲阿嫂袂要紧啦，也毋过你摕天助的工程款落跑，等我着天瑞工程，还着天助嘛牵连到咧，做甲身体哦，也替你受过啦。到最后啊，人搁予你机会，这个文件哦，千万袂甲放袂记啊。我知影，我若是当出去，头一件代志，就是要紧赶工，予天瑞工程会当录着进度。 才袂有天助歹做人。阿爷，我甲你讲这话的意思哦，唔是安尼出去了哦，搁咧变命做石头啦。你该退休啊，甲事业哦，交予少年人去做。阿兵甲妞妞，阿唔是袂够忠的人，对无？阿爷，我就知影，这世间，阿是亲情上盖可贵。 阿娘，是的，我手背吃你，害你真无面子。阿娘，你免烦恼遐啦，我问过陈辉啊，伊讲迄个先磨掉，然后再佮用美容来做处理，而且又答应我，等你交保出来了后。 伊会亲身替你治疗。阿嫂，我一直是一个真失败的小哥，若毋是你一直真有良，一直原谅我，好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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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家己人啦，莫讲讲遮的，脚步打叉声，只要你知影你家己毋对啊。 重新做人，阿嫂永远都听。阿嫂，大侠。哎。 经过这劫了后，知影人心的奸诈吼，将来路头路尾也拄着因，你敢会容忍？对着因落卵，都是对家己残忍。甘只是做会到？爸，相信我，这时期我知咱若是无当的，出手后，绝对让因吞去啊！爸，你顶下讲要先替阿水看去。
搞什么计划？你先去找嘉义，利用伊拉德遐做失败。好，为着惊伊泄露秘密，等利用完的时阵，送伊离开这世界。我不用安尼做。你头拄仔毋是讲袂够软软啊？爸，这是无辜呀！以前对我救命之恩，我袂温庄受报。伊是阿德的人哦，代志早卖出破。伊为着救我，甘愿冒着反背阿德的风险，我袂安尼做。伊会当为着你反背阿德，将来同款会当为着别人来反背你，听有无？我了解嘉义，伊是一个善良、搁单纯查某囡仔。你袂害我，爹了，爸，我什么代志都能答应你，不过绝对袂用伤害嘉义。好，帮伊一条生路，俺过将来，你两个并无相欠。你叫我，佮对大细声。莫安尼讲啦，我知影你心情无好，我袂肯定心肝啦。像你这样听听查某囡仔，是阿爹无好气，才袂晓忍受。你前有生三的时阵，伊对我真好，也照爱我。是后来出社会了后，才慢慢变甲安尼。安尼对你，都是真爱啊。那是真心爱一个人，都不因为环境，还是时间来改变啊。我的确是我陪伊袂得过，伊即摆身份地位愈来愈悬啦，我阁是一个出家女。你这么温柔体贴，是伊陪你袂得过的。我无你讲的遐尼好啦。我讲的心内话，难不成看你真正内涵，我嘛袂遐尼想甲你做朋友。真介意你啊！多谢，你让我开始对家己有一点仔信心吗？嘉义，既然阿爹已经无像像以前遐尼爱你，是安怎要继续甲伊做伙啊？你这么少年，身遮水，有真侪机会会当追求家己爱情啊！这问题我嘛有想过，啊，不过我甲阿爹的感情唔是一冬两冬。要分开嘛，无遐简单。而且我若离开，嘛唔知要去倒啊。一定有另外一条路，是你无去找尔。对啊，嘉义，之前你酒店下班拢会照顾我，即马呢？下班拢会创啥？即马阿爹愈来愈无用啊，下班我会尽量伫个厝内底等伊回来。你根本准时下班。阿爹即马足放心嘞，伊毋但得到雷公大的信任，佫甲超哥结拜，连恁度假的地盘，都是伊甲超哥伫个负责。下班了后，伊常常会去酒店欢喜一下才回来。你也探听阿弟的消息了？我正在问你啊。嘉义，我代志要先走啊，多谢你今日交做恁家己啊。应该说多谢是我，甲你开讲足欢喜的。后盖有闲，我请你恁家己啊。你千万唔通催我。歹势，我这种身份。我应该有这种要求。你误会啊！我意思是，超哥最近在追杀我，我无想连累着你，所以无希望你主动找我。若是有代志，我想办法联络你。好，那呢，我等你来找我。等你讲定。
拜拜。拜拜。对我确实拢袂差过。啊，今仔日哦，啉了爽，底若是无煞摊哦，真正对不起我家己。来，阿伯，继续。哎，总，我到啦。当下交代我毋得偷走，有重要代志要去办，大家啊早困去啊。啊，恁爸喊咧心情才好。含这个民主，你拢唔肯做的话，总诶，明暗嘛，明暗，阮兄弟绝对陪你啉到爽，好不好？那好啦，好啦，无爱去就无爱去，讲较侪，走啦，走走。总诶，那呢，阮先走啦，好。好，阿仔你啊。你是谁？你双面刀鬼，我索命，大家拢好命。不可能，不可能啊！收到功劳，得到雷公的信任，我接受我的地盘，嫌吗？都大，你不是叫超哥？是啊，啊，不过我去到阎罗王遐，发现超哥无去报道，阎罗王讲我伤孤单啦，叫我转来带规定去遐，唔知留咧。想要把脚刷掉啊！这边我一下。安卓，为什么？嗯？艾伦啊，小杂念，伊若伤紧断开，等你就歹算了。杜顿，你还相信我？伊讲，你让我改，迄拢是伊的主意。我嘛是叫雷公逼的，接受我的地盘，敢讲嘛雷公逼的。我总袂当卖接啊。其实，我嘛来想讲哦，大大，啊你好大命大啊，这个一定会当平安无代志，所以我先替你家地盘顾好，等你回来，咱就等我报仇啊啦。安尼讲起来，我应该感激你才对。至少，卖阁怀疑我啦，啊你嘛知影。我就无胆的，大胆！你的手段，我是看过几落摆。就算讲吼，我甲天公借胆，我唔敢对付你啦。这真正拢是环境所逼的啦。莫叫是家己上高，偏偏有人甲你做对头，一句话唔得相讲。大胆，这句话若是听人家讲，我会当收回来啦。好，
抢功劳，接受我的地盘，拢人甲你逼。今麦我问你，你甲超哥结拜又过啥物？我哪会知影？啊，超哥雄雄要招我结拜啦！唔知影，我甲你讲原因，因为你是个救命恩人。你若唔是有两粒胆，就是已经替家己看好风水。真来救人，好，你即马救你家己。大当，我做代志足成功，你嘛真清楚。只要你留我一条活命，我会当帮助你完成报仇的计划。大当，你一定要相信我。虽然我人伫个雷公草哥迄边，不过我的心是永远听你啊。咱真正是同路人啊！我绝对会对你这死忠的，你叫我创啥，我就创啥。然后再条我命，再来跟我参详。董事长，董事长。你放落来，是要让你一个成功上座的机会。你千万要好好把握。当然，你这个会当救苏医生，就表示你的八字比雷公较重，比较认命。阿伯，我绝对会徛在你这边。我嘛唔惊你三心两意。听讲恁亲小弟，搁恁东埔国乡读国中。恁这对兄弟啊，是恁阿妈带大。三个妈孙也是相依为命，亲像这么伟大阿妈，我就是想要亲身落去甲拜访一下。好，要安怎做，我就清楚的，我绝对会配合到底。妈，这支手机啊，是你我的专线。这是你的保命，请你收我好势。对这么开始，二四小时等我一下。小李哦，万一若是无信号，或者是你无接电话，牛头马面马上出现你眼前。
这几天小妈因奶无来看我。小妈你好，今天啊，阿公，阿福丁，嘿嘿嘿，哦，今日气色更加好哦。我实在是足歹势，为着我的身体，互恁大家拢遮尔麻烦。不管哪麻烦，安哪忝，只要你身体会当健康，阮大家放心啊。你唔知啊，恁阿妈在厝内哦，我尔欢喜，等你出院要好，我甲你报一下。我刚才无大家失望。我真紧等阮出院对吧？我头拄仔问过你的主治大夫啦。伊讲哦，爱看你恢复情形，啊，甲你抗排斥药慢慢啊减落来。啊，不过照你即摆情形看起来，移植里去你体内的骨髓已经开始发挥造血功用啊。婷婷，你要加油呢，大家拢在等你出院。阿健姐，你还袂回答我，阿小麦人诶。小妹跟你爸妈去北京出差，过一段时间再回来。去出差？嗯。林姐，你实在不应该和小妹离开的。婷婷，阿张姐伫个大陆的事业哦，需要人家斗相共啦。阿小妹做阿查某囝，去斗相共话路，这也真正常啊。阿小妹，伊敢有讲伊什么时阵要回来？我知影，恁是咧安慰我。小妹因全家伙啊，带去大陆，这就表示，这段时间以来，伊是袂转来。而且，离开的原因真简单，拢是为着我。婷婷，啊，既然小妹因爸爸妈妈坚持爱伊去大陆，你就会去一阵啊。啊，等到你恢复啊，出院啊，啊，建志自然就会去找小麦啊。妈，咱明仔日对小麦，伊又牺牲足济啊。到这个时阵，咱要哪会搁放伊一个人伫遐咧受苦？建志，你老实讲，你敢要小麦有你伫遐伤心吗？婷婷。啊！你拄对个隔离病房出来吼，莫伤忝啦。这件代志，咱过一阵再来讨论吼。阿姨，这件代志本来替我手术进程，就应该有小麦一个交代啊。唉，怪我有较无路用，讲放弃就放弃，我甲代志拢等了小麦。我即马若是无讲清楚，我对小麦亏欠。对，愈来愈济。阿唔过，好啦好啦好啦，你说，我听婷讲煞了。为着这个代志哦，坚持早晚来面对。哎，好，咱出来，我两个讲好，哦。做完就完嘞。
因对我的爱，佮对我的关心，你真正唔免过我遮尔啊烦恼。即马唯一会用诶，互我更加快乐诶代志，就干那剩你甲小妈诶付出。是有关法律上的问题，都可以请教他。是，董事长。啊，各位女同志啊，大家好啊。我很喜欢跟年轻人共事啊。我在台湾呢，我是个法官，可是现在我退休了，大家不要被我这个扑克脸给吓到了。以后大家有什么问题，尽量来找我啊，我尽我的能力来替大家解决，好吧？谢谢大顾问。共产党训练出来哦，确实是真有气度的。你要叫是搁恁个台语人听无哦？这甲共产党一点仔关系都无，是妈训练出来企业精神。那一位是我的女儿麦经理，她的专长是活动企划跟管理。我想一些待过上海的干部都已经认识她了。以后呢，她会常驻北京，是我的第一代理人。麦经理好，大家不用那么客气，叫我小麦就可以了。从今天起，请大家多多指教。好了，准备上工了，加油！加油！解散。慧玲啊，你前几天我做那个法律顾问哦。你除了法律以外，你搁知影啥？壁上的阿姨拢比你较有路用。妈，你嘛是个老迈老些民宿的，啊，人家对这顾问安尼，以后啥会尊重你啊？你们这个水平怎么这么差、啊？做书要做博士的肩膀，被他弟另外算钱，可不算黑心钱嘛？小姐，我们价目表写的一清二楚，我每科每片，干嘛话说的这么难听啊？那价目表可是你们写呀，当心我到主管机关去检举你们，说你们诈骗。小姐，不好意思，我是这边的经理。要不然这样好了，我们给你一个体验价，不止肩颈、手背，就连上半身全部都帮你做，就收你需要的价钱，再打九折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小姐，来这边是来享受，不是来受气的，你说是吧？好吧。麦经理，明明就是他没有理嘛。我知道你也没错，
可是我们是服务业啊，上门的顾客永远都是对的。好了，没事了，你去休息一下，这边交给我处理。妈，我给处理姐。刚才已经完全脱离迄种情伤哦，已经到了新的工作甲生活。啊，你放心，等伊交到新的男朋友时阵哦，伊就甲杨建志甲放袂记哩。希望是安尼啦。你搁咧替伊烦恼？虽然已经拍拼做工作，也毋过我有感觉，伊最近话愈来愈少，敢若是咧想咧杨建志。我哪拢看袂出来啊！你神经线遐大条，当然嘛看袂出来。慧玲，慧玲，卖生气嘛，慧玲，以后我会注意啦，慧玲。谢谢光临，欢迎再来哦。欢迎光临。哎，阿姐，阿姐，你去哪讲啊？小妹，你北京的电话跟地址，给你。我无时间甲陈树峰咧。喂，阿哥，我是要通知你，阿姨已经办交保啊。阿哥，我即毛代志你无用，我袂用挂过，刚用麻烦你家己过。好，那你我会打电话承办人讲一声，拜谢。阿哥，阿哥再见。安琪啊，我拜托你，小妹一定甲你讲伊伫北京的电话和地址，你去甲阿公。尤建志，我一直相信你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，袂辜负小妹。想袂到。你跟网络上的骗子赶快花言巧语，小麦拄到你这种人，真正是。安琪，你今日甲我讲地址好无？你看，我连机票拢买好了，我等下就要飞北京找小麦啊。拜托，我乖乖机场啊。你真正要去找小麦？安琪，你相信我。我已经下定决心了，我即个已经要把小妹带回来。你看，这不是新年挂礼凤仪顶头的礼物？是啊，我是打算要这礼物在北京，我要亲手交小妹，然后我要小妹接回来，我要牵伊的手，我要在甜甜的头前正式向伊求婚，然后我要替伊办一真正的婚礼，我要正式和伊入门。好了，哎，等小妹回来，你有做伴娘啊？你若再欺骗我，我绝对叫吕公大给你修理。包食羹拢准备好啊？嗯，我嘛是这。等下来给我报出来了，一定休喘一下。嗯，总算恭喜，魂飞魄散啊！大约啊，把大哥啊抢的物件，把拢吐转来。伊即届哪个唔知悔改哦？咱做兄嫂的嘛，免阁用性命听伊啊啦。可惜就差一步啦，一日若有插你哦，代志就算完完解决啦。你已经一年啊来亲病，十只牛拢拖出来晒啊。天主有你这个客辈哦，真福气啊！幸天都无你这么疼囝嘞。我敢这个客囝，无疼也无疼谁啊？这样。你是不是一直拢希望会用有家己的囡仔，对不？爱囝嘛有囝命，啊，亲像咱两安尼，逐工咧相亲相爱，毋是真好，哎。惊我相亲无？我真正无差啦。我甲你讲一个秘密。真重要的代志，你咱拢无甲讲啊！我想讲卖互你压力啊，啊无你想讲，进前我安排咱两个去二度蜜月是要创啥？当然嘛是希望咱会较平尔。
看卖用个体力噶留只休息。医生讲，真正还够希望哦。对啊，医生讲，只要我家己的身体体质调养好，阿妈有家己上大压力，要有心真机会。明仔开始，无，伊那就开始哦，我一定好好表现咱冲冲冲。冲你的头啦，冲冲冲。这样。啊。 自从我嫁入了后，我真正足希望会用替恁离家留只后悔咧。你怎啊甲我斗相共？我本来吼早就已经放弃啦，啊，时大人搁早离开，我嘛唔知影因对这种代志是毋是真重视啊。啊，不过我心内总是感觉吼欠因一个交代。目睭一年吼已经五十外，红，多谢你。 我得当办高保啊，啊，不过唔知到底是要当几工。东山三八，有人来帮你办高保啊，带我去办一下手续。阿明这囡仔实在袂歹，这尔紧就替我办高保啊。 替你阿勇办高保的啦，伊阿勇，哎，拄则已经高保出去啊，已经高保出去啊，嗯，就是这人来办你手续啊，看袂出，嗯，这样，嗯，这样要怎办？我唔办啊，先挂电话电视。 阿姑，阿姨敢有甲搞不出来？阮即马人伫牵手所啦，因讲吼，阿姨已经是互搞不出去啊。我问你吼，你敢有先叫伊上过来无？我无啊。阿即马人伫？我即马我准备赶去机场，后尾坐十二点飞机，后尾坐小麦。哦，你要帮伊找小麦哦？阿不要紧啦，即件代志我来处理就好啦。阿姑，无问题啦，即个代志吼，你莫操烦啦。 你专心哦，去处理小妹的代志啊，用早个带回来，哦，多谢阿姑，拜拜。
地方？近期嘛，唔知影阿娇伫倒。唔知影。我妈干咪出代志啊？那你要我没心？阿娇大哥都已经死啊，你有啥救？阿哥有遐债主啊，无达到，为着要讨钱，把我妈先抱出来，才甲伊押走啊。妈今摆已经无钱啊，阿姨有啥物路用？敢咪是迄个恶人咧创工？心所爱的人。